小伙伴们，你们难道没有为此而烦恼过吗？当玩家点击跳跃键后，蛋仔就会跳起来。但是跳跃键它有一个缺点，蛋仔跳起来的高度只有一只蛋仔这么高。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蛋仔只能跳一只蛋仔这么高，错，大错特错。其实官方在蛋仔岛中还隐藏了一个恐怖的道具，蛋仔只要站在它的上方，弹跳高度就会增加10倍。你们难道不好奇，让蛋仔弹跳高度增加10倍的这个道具究竟被官方藏在了哪里吗？众所周知，当玩家点击跳跃键以后，蛋仔就会跳起来。如果你在蛋仔岛也使用过跳跃键，那么请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跳跃键它有一个优点，可以帮助蛋仔躲避眼前的障碍。但是我和学姐还发现，蛋仔岛中的街边常见的道具是无法让蛋仔弹跳高度增加的。比如说我现在使用了弹簧绳和缩小道具，此时我的蛋仔弹跳力依然是毫无增加。对了小伙伴们，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不信你可以试试。那么蛋仔岛中能让蛋仔弹跳高度增加10倍的恐怖道具究竟藏匿在哪里？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的盲盒店后方发现了这个能让蛋仔弹跳高度增加10倍的道具，它是两个被镶嵌在地上蹦床道具，当蛋仔跳上去后，瞬间弹跳高度就增加了10倍。所以说在蛋仔岛中的蛋仔，他们跳起来的高度并不是只有一只蛋仔这么高。官方在蛋仔岛中隐藏的蹦床道具，只要蛋仔站在蹦床上方，弹跳力就会增加10倍。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